耶稣是谁？也许就是阿弥陀佛化身呐、啊。在他那个教里头啊，那你要批评他、回报他，那回报了阿弥陀佛了，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那些人都是佛菩萨化身，应以什么身得度，就现什么身。善导大师四赞的说：“极乐无为涅槃界。”又云：“无衰无变湛然常。”可见今之经文所寻常然者，即本性常，灵然常也。这些说的是法身，是自信啊！是故常然，无衰变也。这个意思说得好啊！啊，决定要相信。变跟不变是一桩事情，不是两桩事情。不变的是体，变是起作用。啊，谁在那里指导变，在主宰变，就是阿赖耶。阿赖耶是妄心，真心不变，妄心在变。妄心不管怎么变都是假的，因为妄心本身是假的，假的怎么会变出真的出来啊？妄心的体是真心啊，为什么变成妄心？迷了，在大乘经上讲，一念不觉，二有无明，无明从哪来的？一念不觉。一念不觉有没有原因？没有原因。有原因就有结果，那就真的了。没有原因，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啊，不是真的，只要不理会它，什么事也没有。它不碍事。你一理会，它就会干涉了，它就会死。啊，所以《般若经》上教给我们无住身心，无住就是不理他。啊，身心随他去，随缘，随缘妙用啊！啊，锻炼自己，成就众生。随顺境。啊，样样都称心如意，随善缘，遇到的人都是好人，啊，遇到的事都是好事，称心如意。练自己是什么？不起贪念，这是练自己，对自己没有贪念。啊，对别人的事，那就全心全意为众生服务。啊，虽然全心全意为他们做事，做完了之后，心地清净平等，就没有一点沾染，自利利他。通通无助啊！如果遇到是逆境、恶缘，逆境环境不好，处处障碍，处处碰壁，啊，遇到的人都是恶人，啊，这个环境上不生嗔恚，练自己的功啊！我在这个境界里头。有没有嗔恚心？有嗔恚心不行啊，经不起考验啊，没有嗔恚不生烦恼，
不要把这些东西放在心上。啊，身心上我们要反省，那是一面好镜子，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。啊，如果我们有这些恶的不行，不好不好的，要改过，要忏悔啊。没有呢，没有要加勉，不能犯这个过失。现在学道的人，最常见的自赞回答，习惯批评别人，说别人的不是，抬高自己的身份，啊，贪嗔痴慢放不下，错了，啊，既然遇到佛法，佛法的目的是什么？啊，第一个目的就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人人都有份。到极乐世界去，这个世界什么都带不去啊！这个世界所有一切是法性、法相啊，阿赖耶的。到那边转世成智了，这个东西全都不用了啊！那一边所有一切，无论精神的受用、物质的受用，都是大圆满。得大自在啊，这些东西要它干什么？要把它舍得干干净净，为国家、为民族、为人民，要为全世界的人民，为佛教，还要为所有一切宗教。为什么？我们很清楚、很明白，所有宗教是一体，啊，耶稣是谁？也许就是阿弥陀佛化身了，在他那个教里头啊。那你要批评他、回报他，不是回报了阿弥陀佛了？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那些人都是佛菩萨化身，应以什么身得度，就现什么身。啊，应以基督身得度者，即现基督。去教化吗？啊，这就是不断的长啊！啊，整个宇宙确确实实是一体。我们现在一切万法一体观，啊，比一家人亲啊！啊，是一体。真的是一体，一点都没错。啊，千经万论说明这事实真相。我们有缘遇到了，要接受。啊，要肯定，要真感。所以法身是自性，是真性，故常然无衰变也。啊，往昔还假设了一个问题：既是修因感果之途，而亦又是临容得也，非因非果，临然常也。啊，这一段的意思很深。啊，他有解释，修因感果，是实觉知，无为临然，在本觉里，实觉究竟，无非本觉。这个解释的好，这有相当的深度。啊，实觉究竟，就是本觉，实。
十觉本觉是一，不是二，这才能讲得通。啊，我们发生障碍都是分别之处。啊，如果离开分别之处，整个宇宙是一体，跟谁一体？跟我一体，跟阿弥陀佛一体。这妙不可言，妙极了，这才是事实真相。所以天下造作什么样罪业的人都能够原谅啊，就像说自己原谅自己，自己造再重罪业还原谅自己，一个道理。啊，走到究竟，善恶都没有了。啊，还有善恶，你还有分别，还有执着。到最高的境界里头，一切分别执着，不但分别执着没有，起心动念没有了。啊，化身菩萨不起心不动念。起心动念见不了法身，不起心不动念就见法身，就见到离体了。啊，真心妄心是一，不是二。啊，妄有实有宗，真的无实无宗，真妄是一，不是二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